就是我要说的啊，没有这个病人，我是医生，这个病人回心的已经停了，瞳孔也散了，我正在抢救，叫他赶紧过来就妥了。救护车。啊，我是这刚才报警的这个人。梦梦阳的梦，孟子的梦。对的。这个一成人活，现在一成现在都不该，是不是？对。也那么真伟大，叫咱这真正一般人，这个谁敢张嘴给这人工呼吸啊？他不能招人。啊。我先站住去。我去找救护车。来来来，赶紧让救护车过来。救护车过来，救护车过来，救护车过来，快点快点。快点快点。快点快点。叫过来，叫过来没有？叫来了是吧？叫过来了。你叫不叫啊？他家是大人了。没看见，看见。再拉住了，再拉住了。哎呀，都出不来了。